各位观众，欢迎收看《涨跌密码》。来看，今天台北股市受到了美股拖累，跳空开低走低，又中场下跌一百四十四点，收在一万五千四百一十八点，成交量呢是两千三百九十亿元。那今天盘是怎么做解析呢？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。首先欢迎到是大宇国际投顾张玉明分析师，张老师好。田俊好，投资朋友大家好。第二位欢迎到陈义群分析师，一群好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，今天盘面上官察掌握，赶快您先请教焦明老师。 好的，今天都在低档整理啊，盘中啊是一个大跌啊，跌了两百多点，今天收盘是跌了144啊，是来到18天的啊一个相对低点区。台积电更是跌到呃这个504啊，经来到18天的低点，今天收盘是507。所以你会看到盘面上会涨的股票很少，因为盘整甚至压回，操作上难度当然很高啊。昨天有投资朋友问,问说，张老师你为什么把这个普通会员的股票升价卖到升一档？我大家一起来说明。 他说：“你怎么那么厉害？今天卖完，今天都大跌，而且你手中股票，你解码剩下一档哈。”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大盘的格局，目前来到十八天盘整，来到相对的一个低点。台积电更严重啊，因为台积电今天跌破十八天的低点，也就是说，十八天买进筹码全部套牢啊。当然，对这个盘市后市是有一定的不利的影响，量也缩掉了哈。好，啊，这是股神巴菲特讲的一句话，他说啊，股市行为必然是一个令人困惑的一个行为。 否则不是稍微懂一点点知识的人就能够获利，啊，所以你看，一下有智慧的人呢，他讲的话一定不一样，啊，不是说你懂一点东西你能够赚钱，不可能。你会来到股市，你会觉得非常困惑，啊，非常的扰乱，啊，就算你读很多书，啊，你是大学毕业，你是研究所，你是博士，都一样，来都是赔了一屁股。为什么？股市玩的是人性，很多人每天算 EPS、算本利比、算营收，最后你发现你都是没有用的。所以在股市里面要成为赢家很困难。 啊，不容易了，真的不容易了。好，好，所以说哈、喔，江湖一点绝，说破不值三文钱。为什么张爱民，你昨天股票卖的只剩下一档？哦，昨天有讲吗？啊，所以他说，哎呀，这不容易哦、喔。当然，这个方法我告诉你会觉得很简单，可是我不讲。我跟你讲，你去金石堂，你去新学友，你去成品，啊，你住在那边，你住三年，你把所有书都看完了，你也没有办法找到答案。 但是听我讲啊，怎么这么简单哦江一點？江湖一点绝，啊，说破你又觉得很简单了、啊。可是我不说破，你一辈子也搞不懂哈，好不好？来，那我们说路遥知马力，现在盘整十八天了，你会发现蓝盘见高手没有错，现在就是一个蓝盘，啊，操作难度非常的高，你根本赚不到钱，买进去就是套牢，啊，那怎么样才能够获利？跟紧赢家脚步就可以获利啊，懂我意思吧？哈，好，我们看这个，这是一个椅子的三个角。 一个椅子三个脚，它一定要怎么样？要平衡，平衡它才能坐稳嘛。那如果这个椅子不是三个脚，我们来看一下椅子啊，断掉一个脚，这个断了，中间这两个还好的，中间这个断了。那如果是断成两个脚，看到没有？你敢坐吗？你坐上去它摔倒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更严重，三个脚不是断了一个，断两个，哇，这两个脚都断了，你敢坐吗？你坐上去吧，这摔了狗吃屎。 道理就这么简单，啊，为什么这一天会跌？你懂这个道理很重要，你懂你不懂你怎么会会做股票呢？哈，所以我跟你讲的道理是浅显易懂哈。所以，我们第一个，第二个呢，你要知道张爱民股市里六落百折啊，讲了日线为主、周线为辅的道理，啊，当你把这两个都搞清楚了，这个书啊早就写好了，我今天才发明，他都写写好几年了、啊、当你懂了这个道理之后，你就知道为什么昨天我把股票卖到剩一档哈、啊。来，大盘的格局，三线架构有没有很漂亮？ 一个椅子很正常，哎，第二个椅子断了，脚断了嘛。第三个椅子快要断了，同志们，这也不是今天发生啊你看几天了？哦，这很多天了。你看这个椅子，第一脚很很正常啊，跟你刚看的图一样。第二只脚，哎，怎么越来越短，越来越短，快,快要快要挂掉。第三只脚一样，没渐渐变短。所以当你看到这种情形，请问这是不是一个迹象？对呀、啊，我看得懂，你看不懂啊？所以我把股票慢慢减，慢慢减，到昨天剩一档。啊，所以你不懂你就报了满档啊，到现在每一档都套牢。 套了十八天了，你选股也是错误的，你买到错误的股票，所以你发现你要在股市赚钱很困难，对不对？好，为什么在民昨天有说哦，老师你怎么努力啊，剩下卖了剩一档，其他都卖光了？确实了，我们普通问就是剩一档股票，不对啊，张老是有两档啊，有三档，没关系，你你如果两档三档，你有赔到这两档三档钱，我负一切责任。我说一档就是一档，我昨天也有讲了，我不会乱讲的，你放心哈。好，那怎么操作的？做十笔可以赢八笔，一笔平手啊，一笔小输。 赚的扣掉赔叫净利嘛，净利二十五点四，没出近一个一个月出头而已啊，从十六到昨天二十一嘛，一个月有五天而已，好不好做？盘整就十八天的好做吗？所以相对难度很高，你要买到对的股票，你才可能赚钱，不然不可能的，一定是套牢的哈。好，所以粉丝问说，昨天为什么五档股票卖到剩一档？哦，我刚已把一部分的答案告诉你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原因，来。 你看到这个大盘股神系统刚打八八八日线，这打九九九，你就看到了这个画面，你就跑出来。哎呦，啊怎么乌云密布？投资面你有看到乌云密布吗？没有哈、哦，来有没有看到了？哦，这里卖出去号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大堆卖出去号，这个叫乌云密布。那要不要跑？如果你看到外面乌云密布，你你出门要不要带雨伞？可以啊，你不带、啊，你太回来就变落汤鸡了啊。所以当我看到这种情形，一定要我不要搞外快卖。 五档还要升一档，原因就在这里啦，这格局不对，架构不对了嘛哈，看懂吗？这很简单，你把八八八九九九看一遍，你就有答案了哈。刚我已经告诉你了，八八九九看，八八也不对嘛，今天也出现麦讯，当然麦讯啊出现，那前几天就已经格局就不对，这椅子三个角就越来越短了。你们看中间这个有没有？第三个也是一样，渐渐变短啊，这是早就跌破，早就转空了啊。所以看到这种情形，我们知道该怎么应对，可是你不知道啊。这样讲，你是不是觉得很简单？ 对，很简单啦。江湖一点关，攻破也不打三千起。江湖一点绝，受破不值三文钱。对啊，问题我不讲，你一辈子也不知道啊。下次盘整，你要套在那里啊，动弹不得，你还是没有跑啊。高档大位，你手上股票还是满档，不是这样吗？这个历史是一直在重演，股市一直在教育我们，可是很多人都没有得到教训，就是这样而已哈，好不好？哦，原来如此嘛，对不对？算是最幸福的，股市最幸福的事情是有人劝你，诶高档赶转空，赶快跑。 有人教你，我现在就会教你啊，不是吗？只是你可能还没有学会而已啊。有人帮助你，有人恭贺你，同志们啊，最近有没有人恭贺你？你有没有赚到钱？很多人没有赚到一毛钱，到现在手上全部套牢了哈、哦。那我们说，知识跟智慧是不一样的。知道自己知道什么叫做知识，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叫做智慧。股市里面有知识的人很多，有智慧的人很少。啊，知识什么？你报纸打开看，那个叫知识啊。 哦，今天要什么股票营收创新高，那个叫知识啊。今天什么股票赚了多少钱，那个叫知识啊。知识很难赚到钱的、啊，要靠的是智慧。可是就是很可惜，是股票上有智慧人很少啊，有知识一大堆，每天在要照报纸念啊，他以为自己是读报生他以为自己是，对不对？新闻播报员，那那个不对，那个不能赚到钱的、啊、哈，好不好？观念哪一通，碳基股又挖工啊，赚得钵满盆满哦。观念如果会通。 观念如果不会通，观念那边通,通，这然得两公，啊，两公都是两观嘛，两观当然是不好嘛吼。个性呢、啊、不爱改，注定条多败。你你如果这个坏的观念不改，你就是注定一辈子骑摩托车嘛。个性啊改，面如水在里晒，啊，就是改了个性，啊，奔驰就随便你看用台语念比较顺，口语念念不顺啊。个性呢、啊、改，那你注定条多败。个性啊改，面如水在里晒。哎呀，很有意思，错误观念要改掉了。 懂意思吗？你一直不改，不改，不改，反正那是你的钱啊，你要怎么玩那是你的事啊，我我不会管的啦。如果没有这些人，我们怎么赢到他们的钱啊？所以没办法，有人就是不改，啊、不改就继续啊。<laughs> 你赔钱又不是我赔钱，我的观念正确我赚钱，你观念错你就一直赔钱啊。最后你会很怨恨，辛辛苦苦赚了钱啊，每日每夜加班爆肝啊赚了钱，最后就是几通电话打完，然后把它赔在股市里面了，你会觉得非常的不值得。 啊，就是这样而已了哈，好不好？跟对人，幸福都在来路上。哎呀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哈、哦！你看这样是不是很幸福？啊，最近这一个月有五天，你看操作十笔，赢八笔，一笔平手。啊，平手就是买进卖出价差不多了哈，一、哦、笔小输。扣完之后，对的扣掉的，错的还有二十六点四元。二十六点四元，如果一次十张，你不会参加，我就做一张了，不可能。你要做一张，你不要来参加我。啊，你你买一张要干嘛？赚多少？<laughs> 没有没有意义，你自己买就好了，十张。 最低消费，那如果十张就是二十六万四。现在二十六万四可以做什么？可以全家人去日本旅游。我有客户说啊，我这次啊打打电话跟我讲说啊，跟服务人说，哎、欸，你跟张老师讲，我们这次啊全家要去日本旅游，啊，现在这次二二八年，加，他说一个人四万，全家四个人十六万，啊，十六万，可是这里赚了二十六万啊，所以他没有十万块的零用钱，可以去啊全家人去日本旅游，可以吃的很好，可以去 shopping。 啊，然后这些钱呢、啊、是张老师给的，啊，非常感谢张老师，啊，你看这听起来当然是好听话，听起来就很温暖，很开心，很愉快。啊、你看我愉快，啊、他很愉快，啊，打龙之后哎，每个都很开心，这样的结合才是良性的循环呢、啊。那如果你今天参加一个老师，然后车干掉三车金他们把他祖宗八代都骂了，你钱也赔了，老师也被你干到爆了，老师自己也良心不安，那那就恶性循环嘛。 这是二的结合，那就不好意思，那就不好了哈、哦，好不好？嗯、来，所以我们的会员都非常开心的哈，非常愉快，非常幸福。来，那我们大盘来在这里盘整十八天了，这十八天你要赚钱会非常非常的困难，因为很多股票根本不会涨，包含台积电也一样哈，在这边呢、啊、碰到了十八天的最低点，所以你买进全部套牢，很可怕哈、哦。那我们看一些股票来，杨明，哎呦，请问同学，你告诉我这格局对不对？不对啊。所以你去买它,它怎么会涨呢？ 不是十八天而已、啊，你已经几个月？现在、啊、这里在，这里是今年的六月，对不对？高档出现卖讯到现在已经八个月了，你告诉我你能赚到钱吗？对啊，你买的是阳明啊，你为什么买？有很多理由，老师，我、哦、哎、欸、EPS 很高啊、欸，基本面很好，因素创新高啊、欸。你哪一次买股票不是这些理由？最后呢，你发现好像不是这样、欸，股票走势跟你想好像不一样，你赔死了。你告诉我这四四个礼拜啊，你有赚到钱吗？这十八天股票会涨吗？错了哈，万还是一样，天哪、啊！ 会涨吗？为什么啊？空头格局怎么涨？所以你发现完之后你错了，从二零二一年最高点下来三百五十三，现在低点来到六十二，这一段你已经赔掉八成了，你找谁要？对啊，你的理由都很充分了啊,啊，营收创新高，EPS 创新高、啊，本利比很低啊，你哪一次不是要买股票的？最后呢，最后你赔死了、啊，那你去跟谁要？你跟政府要啊？哎，这个 EPS 创新高，营营收很好，本利比很低，它不应该跌，它会涨，它更要涨。 啊，赔了八成不合理，你赔你还我可能吗？谁理你啊？不是吗？赔的是你赔的、啊，所以你用错误的方法做股票，今天赔，明天继续赔啊，去年赔，今年继续赔啊，会改变吗？不会改变的，有没有道理？哎，八亿命一样，七十六趴，你找谁要？你买哪一次不觉得很有理由，很棒，对不对？本利比很低，EPS 很高，你收创新高，买了、啊，最后呢？你看不是赔死了吗？今天的新闻，二月二十二。 好，货运的价格第二季渴望反弹了啊、哦，那这边写，我们看小吃业者说，哦，价格跌无可跌了，运费的价格已经跌无可跌了。你看到、啊、这是跌无可跌，不会觉得很可怜？啊为什么行业会一直跌？啊，答案就在这里啊，价格跌无可跌啊，价格很低嘛，它、啊、怎么赚钱呢？啊，股价不先跌了吗？投资没有，所以你看完这,這跌无可跌，会不会很痛苦？ 你买股票买到航运的人，买到后柜三熊，你不是很痛苦吗？你现在低血、啊。我、啊、跟你说，价格跌无可跌了、啊。我这样说，它要反弹了。可是股价已经已经跟猪头山的山底一样，它跌成这样，对不对？你买进的不会很痛苦吗？一定很难过的，不是吗？为什么高档都没有人提醒你啊？对啊，为什么高档都没有人提醒你？在二零二年七月份，二零二年七月份最高点，为什么在这里都没有人提醒你？有人提你,你不会赔这一段呢、啊？有人提醒你，对不对？最高点提醒你。 你不可能赔这一段了、啊，你不会赔七成、赔八成啊？为什么二零二一年七月份没有人提醒你？来了，问题来了，你觉得会有人提醒你吗？啊，在历史的最高点会有人提醒你吗？我这边会有吗？可能吗？万台三百五十几块会有人提醒你吗？你不要傻了啦，啊，你不要做梦了。我这样讲，我讲错了。你你你可以有机会呢？为什么？确实有一个人称在股市里面，在二零二一年七月。 最高点的时候跟你讲啊，真的吗？跟你讲怎么样？真的有吗？证据拿出来啊！全台湾就一个人拿得出来，没有第二个、啊。来，这里啊，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，就讲了张一鸣讲了，这东升的画面呢、啊欸？有人不相信、欸，当天的两点零四分四十秒，不相信，回去找一张我 YouTube 不会删呢、啊。找到二零二一年的七月二十下午两点四分四十秒，看看张一有没有真的有这张图？哎、欸，真的有哎、欸。 张明真的有讲说，航运要开始倚天屠龙，哎，最高点了。问题你去哪里找？你看那么多节目有什么用？你告诉我吗？你看那么多节目有什么用？有时老师我一天都看好几十个小时的 YouTube，你告诉有什么用？有用吗？你不如看我的，这才是对你有用的、啊。问题不会不会有人告诉你，啊？不是吗？如果有人告诉你，你赶快告诉我。这个人张一鸣这个也是很厉害，我愿意跟他结为这个异异性异性兄弟。 那跟我差不多嘛，做稿啊对不对？很厉害啊，高档就看得懂啊，问题没有了，不要傻了。我现在找不到一个异性兄弟，很可怜哈、哦，好不好？好，联发科，天呐、啊，这格局不对啊。那你买联发科这这几个礼拜会涨吗？不对呀、啊。同志们，哎，天呐、啊，那不是你今天才买，你高档就买，你高档就不卖啦。这样跌下来，天呐、啊，五十六趴了，不是吗？这股票太多，讲不完了、啊。资源也是一样，这格局对吗？不对啊。有没有涨？没涨啊。为什么？ 早就转空，你不跑啊？不跑这一段六几趴就是你赔，对不对？是现也一样，你告诉我这里个礼拜有涨吗？来，那为什么你不跑？你不跑就这样六成就赔掉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包含普瑞也是一样，这一段跌八成，目前在低档整理。你看我这个礼拜有涨，这几个礼拜有涨吗？那、啊、不早就转空了吗？这格局根本不对呀、啊。那你买这种股票干嘛？你当然不会今天买，你早就该跑了，可你不跑，啊这一段就是你赔的嘛。这啊，七几趴就是你赔的。所以你在股市里面一档赔五成，赔六成，赔七成。 你有多少钱可以赔？对呀、啊，一涨就七成了。你有多少钱可以赔？你告诉我，你真的有那么多钱可以赔吗？应该没有了哈，好不好？好，A S 一样，七十几趴。那你为什么不跑？呢？那这礼拜这几个礼拜有涨吗？为什么？这瓜里不对，啊，怎么会涨？三千架构就不对，它怎么涨呢？不是吗？包尔南电也一样。天哪、啊，你告诉我，这几礼拜你你耗了好几个礼拜，你有涨吗？那如果你在这里抱着，要表示你高档就买了嘛，你根本不晓得，看不懂嘛。那这一段七十几趴就是你赔的，不是吗？ 所以股市的可怜人真的很多，都看不懂，乱做一通，有没有？我骂是这跌七十三八，你告诉我这几礼拜有涨吗？为什么格局不对啊？那你一定很久抱很久，不是今天才买嘛？不是吗？台建盘整十八天，来到十八天的低点，多少股票妖怪现象，跌得跟猪头一样，对不对？大盘，你看台建周线也是一样。好，目前在这里五零七高点六八八，六百块在这里。有人说六百块以下是老天遗物，到现在已经十二个月了，快十二个月了，快十二个月了。 六百块都看不到了，对呀、啊，六百块在这里啊，你看多久看得到六百块？多久？快一年都看不到了，现在五百块都快守不住了啊、哦！你说你看多惨哦，好不好？好，世界先进瞬间谷底啊，扣连啊，瞬间谷底，你看一下来，哎呦天呐，台积电不会涨，世界先进要涨去哪里呀、啊？六十七趴，你告诉我你买买进台世界先进，你会快乐吗？世界先进瞬间谷底，看到这字真的很可怕哦。来，世界先进资本支出减六成。 那如果这么好，干嘛要减资本支出？应该增加资本支出才对呀、啊！我告诉你不好了嘛，答案很简单嘛，不是吗？所以它股价早就跌下来了，那你买进去就赔死了，不是吗？这歌曲不对怎么涨啊？你告诉我，好，包含元大台也是一样，零零五零，很多人去买 ETF，我碰到一些朋友，张老师，我买 ETF 可不可以啊？<laughs> 我都笑笑，你快说买，我没时间呐、啊，买 ETF 比较简简簡,简单简单呐。你看啊，你告诉我，你你套多久了？你赔多少钱？你告诉我。 啊，你配得起十年配得回来，你这些损失嘛？三七八你配得回来吗？配不回来了，很可怕、喔、来，告告诉我，高股息啊，三十二趴，有差吗？同志们，你告诉我，你配的股息多久可以把这跌幅赚回来、补回来？你十年搞不到补不回来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股市一直在教育我们哪些是错的，哪些是对的，每天都是啊。股市一直在教育我们哪些是没有用的，哪些是有用的。可市头这边要你有没有学到教训？还是一错再错？ 一直用错的方法做股票，你认为对啊，可能实际上是错的。你也觉得张一民讲的好像对不对？跟你讲不一样啊，你又想相信又不敢相信又怀疑，那就缘分没到，缘分没到都不要勉强。哎，你也不要打，你缘分没到你打来干嘛？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好，大盘盘整十八天了，你要赚到钱是不是很困难？没错吧？啊，哎呦，这是我们赚的、欸，最近一个月有五天，对不对？十六号到今天嘛。好，做十笔赢八笔，哎呦太棒，一笔平手，一笔小输，赚的扣掉错的。 尽力，尽力就赚了。括号出二十六万四，我们说二十六万四可以去日本旅游啊，全家去啊，二二八可以去玩了、啊，还可以有十万块的零用钱，全家好幸福哦！哎、欸，感谢张老师，你看这人生多幸福，多美满，是不是？啊，这是我们昨天给普惠的口讯嘛，没错嘛啊，全国会一定有收到这种口讯。张爱民如果造假呢？你昨天不是一剩下普惠不是剩下一档股票，还有三档股票没出啊？没关系，你缴钱我全部还你嘛。张、啊、爱民这边吹牛骗人啊，你缴钱我全部还你嘛。 你觉得我可以开玩笑吗？当然不会啊！昨天确实剩一档股票，这也是真的哈。做十比赢八比，一比,比平，所以一比小数，净利二十六点四哈。好，特别会员七档股票出场了，还有三档啊。这三档里面一档也是不会的哈，另外两档啊在都在成本附近。好，赚的扣掉赔的,的，哦没有赔的哈，多少一百一十九点七，将近一百二十块，十张就好了，一百二十万。 啊！不但全家出国，连左右邻居、姑妈、阿姨都可以这样一起出国，都还够用。对啊，一百二十万啊，十张就好，不是很开心吗？就这样是幸福人生啊！昨天的口讯哈，一定有哈、啊，好不好？好，认何一天认何一笔，绩效造假、全有退位、持股五档以内带进带出啊，会员永远只有总总特普啊，不会有第四个等级会员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有这样三百功力，你的人生一定会非常幸福、非常美满，有没有道理？做对事赢成一事，你把这件做对了，这件事情成功，很好、啊，那就一件事情跟对人。 成一世不一样哦，跟对人，幸福都在来路上。哎呀，太开心了哦！这一次的盘整更是把功力高低显现出来哦。小老鼠 A 二五零零六九九九这个大力满你可以收钱加入，有问题发上来，记得留下电话。你有留电话，我一定回复你。我们先建立一个联系联系关系啊、哦，我想对你应该不会吃亏的。我们把时间交给婷娟。好，那么更多超车进广海区，再请张明老师帮大家做解析。 东森粉丝，那起手机扫描 QR code，扫描免费加入我们的 Light，说你是东森的粉丝，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。有任何持股的问题，就一并留下来，张一鸣会尽数回答你。记得来扫描 QR code 啊，用 Light 加好朋友扫描就可以。扫描免费加入啊，这是免费的。你除了你要跟着我们动作，加入 Light 是免费。说你是东森粉丝，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就可以。有任何问题留下来，张一鸣会尽数回答你。欢迎回到讲碟密码，我们再把时间交给焦敏老师。好的。 股市每一天都在教育我们，教育我们什么？哪些是对的，哪些错的？啊、错了就不要用了、啊。哪些是有用的，哪些没有用的？没有用就不要用了嘛。你继续用啊，继续赔。教育我们的结果是什么？很简单嘛，会让我们有两个收获。第一个呢，得到经验，哎，做错了嘛，赔钱了得到经验。第二个呢，教育我们，让我们功力慢慢提升，哎，得到专业，得到真正的有料的东西。以后你做股票就赚钱了嘛。所以你不是得到啊，就是收获。 说到什么？说到钱，得到、啊、经验。那如果什么都没有得到，明天继续赔，很可怕。所以在股市每一天要要得到，好不好？希望能够得到哈，希望能够收获啊，能够赚到钱，这最重要哈。我们看红海，哎、欸，怎么股价又回到一百块附近呢？它已经盘很久了，那想想看为什么、啊、格局不对啊？上去又打下来哈、哦，来，告诉我，说你买红海这一年半应该很辛苦了，心情也非常不好，因为股价回到一年半低点哈，它不是很多题材吗？ 除了做 iPhone 手机，还要做电动车。对啊，来，你们看这个新闻哈，今天二月十二的新闻。太阳能电池世代交替一直在换嘛，以前是三元电池，现在换成啊这个啊磷酸铁锂电池，一直在交换啊，甚至还有刀锋电池，还有蜂巢式电池啊，还有无负极电池，一大堆，慢慢在啊这个世代交换，更新的产品一直在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边讲到重点，他说台湾胜防隔的隔这个隔代如如隔千秋。 你不要再做旧的东西了，三元电池已经慢慢被淘汰了，连特斯拉都不用用三元电池，为什么？容易燃烧啊！这林志颖不是在林口放车我如果不是有把它拖出来，啊，开特斯拉搞把它烧死在里面，因为不容易啊，发生火灾不容易熄灭。三元电池哦，所以慢慢变成磷酸铁锂电池，所以这边才说，慎防隔代如隔千秋啊！所以有人啊做错产业了，有吗？有啊，这家叫台宁，对不对？台宁做什么？台宁在高雄砸两百亿啊，盖什么？ 钙啊，三元电池厂啊，股价呢，可怜得快五成了啊！我有透过朋友给他传讯息啊，说这个三元电池啊是很危险，你要砸那么多钱进去有状况，那不听啊！这个人还是一个很高的层次啊，不听就拉倒，说他的公司又不是我的。啊、有人说老师，我看到这个新闻，我赶快去啊，看这报纸，我赶快去，看这杂志，我们快去买台你，不要死瓜吞狗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以为做电池就一定赚吗？啊，做三元电池就就不对了哈、啊，好不好？来。 啊，有、哎，那格局不对嘛，所以我不会去买这种股票哈。好，金网也是一样，一波下来啊，当然最近涨不动，为什么？来，格局不对嘛哈。那如果你买错一波，七十五趴，你有几次机会？其实没有几次机会了哈。半要华要，哎，升绩股，哎，老师你为什么不买要华要，要华要，八格也没涨了啊，所以你买进去也是错的哈。啊，为什么？哦，这格局不对了嘛，三线架构出破坏掉了哈。半之前这格局不对，二三线太短了，日线也一样，这格局不对啊，所以我不会买之前。在下面你买什么？有啊。 宝瑞啊，两个停板啊，出场啦、啊，穿二十二，赚八十二啊，把它出场了，你看多漂亮，对不对？有啊，在这里啊，很漂亮啊，做七笔，赢六比一笔平手，非常非常开心，啊，一百一十九块钱，一百二十块就把它放到口袋了，你看多漂亮、啊。如果是涨到一百二十万啊，不会是一样，经历二十六万次啊，把它放口袋的。所以如果做股票可以做到这样，人生非常幸福，非常的美满哈、啊。如果你有这样功力，你看人生多美满，多幸福。盘整十八天涨不动。 一样有钱赚，而且赚得非常开心哈、哦！股市最霸气的话，给我获利，区域免谈，你就可以这样讲。跟你老师讲，给我获利，其他免谈，你不要给我解盘讲一大堆啊！绩效在哪里？霸气哈、哦，对不对？给我获利，区域免谈哦，好不好？ 做对事乘一次，乘一次，做跟对人，乘一事哈、哦，跟对人，信我都会来路上，有没有道理？小数为二五零零六九九九，999, 这是我代理密码，你可以搜寻加入，有问题发函记得留下电话，把时间交给婷娟。停好，非常感谢来宾的分析，要提醒观众朋友了，本公司所推荐分析，绝对有价证券，我们当然有利益关系。东森粉丝那里手机扫描 QR Code，扫描免费加入我们的 Lite，r 说你是东森的粉丝，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，有任何持股的问题，就一并留下来，张爱民会尽速。 回答你，你记得来扫描 QR code 啊，用赖加好朋友扫描就可以，扫描要免费加入啊，这是免费的。你除了你要跟着我们动作加入 letter 是免费，所以你是东森粉丝，别留下姓名跟电话就可以，有任何问题留下來，张爱鸣会尽速回答你。